你像一只自由的小鸟，歌唱在那草原上。你像春天飞舞的彩蝶，也闪烁在那花丛中。啊，做小31岁的娇妻杜心凌晒出视频，视频中69岁的张纪中抱着女儿小花仙，几位朋友围在一旁唱歌，中途张纪中还亲了亲女儿，画面温馨。据悉，杜心凌、张纪中2017年结婚后育有一子。2020年9月，杜心凌二胎产女后，张纪中首次承认与杜心凌的关系。歌唱在那草原上，你像春天飞舞的彩蝶，也闪烁在那花丛中。